我今仔日要讲一个宗教消息吼，我资料煞未去带来啦，啊，所以什么是简单头壳是会记的代志吼，安尼较简单安尼来讲啦吼，啊，请原谅。第一项代志吼，就是讲前礼拜礼拜日，这个天主教两个教皇 ，Pope。John 23rd， 啊，加这个 John Paul， 啊 ，John Paul II， 受封立做 Saint 圣者啦。啊，这哦，真无容易啦。讲两个同时咧封立吼，讲以前唔捌安尼啦。不但安尼。个主持的人是两个 Pope 啦，这个 Pope Benedict 伊也未死咧，所以伊是死职啊，所以伊也阁活咧，啊加这个 Pope 啊 Francis 主持啦吼，啊所以讲这是真难得咧，讲差不多有得要近100万的人去参加这个典礼啦，进入这个 Saint Peter Square 吼。讲差不多有百几个即个国家的领袖去参加，啊，所以非常盛况啦。因即个天主教的cardinal 150个拢参加，其他即个bishop 啊个 priest 啊对各国拢来了吼。啊，即个 Pope Francis 讲。这两个受封的这个 Pope 吼，是现代真伟大的这个 Pope 啦吼。因为第一个这个 Pope 就是 John 23rd 吼，伊是伫1962-65的这个 Vatican II 伊召开啦。啊，这个不容易呢，因为这个 Vatican II 啊你。改革大改革天主教，亲像过去天主教认为讲，其他的教会甲宗教拢袂当得救 ，outside the church， Catholic Church there is no salvation。啊，即马教到这个 Vatican II 的是，他讲起讲或者其他的宗教。啊，会当可能得救，但是这个得救是通过这个耶稣啦，吼、哦，这个是算作是说 inclusivism。啊，这个 John Paul II 的伟大所在，就是讲，伊对这个共产主义差不多也是。促进共产主义的这个消灭的吼，啊，伊是波兰的人吼，啊，所以啊，伊个到世界各所在咧访问，即天主教啊，甲其他的宗教咧对话啦吼，所以两个拢对这个宗教真有贡献啦吼，这是第一项啦吼，第二项，这个《Time Magazine》吼。我最近呢，有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哈，啊，列起来哈，世界各所在拢有人提名的拢有啦哈，啊，即届台湾无啦哈，啊，那中国够四个啦，习近平一个啊，其他遐吼，我都唔知啦，有两个姓马的啦，啊个一个姓陈的啦哈，但是这个。一百个中间吼，有一个是 Pope Francis， 啊，这个是奥巴马给提名的，啊，奥巴马提名这个Francis， 讲这是 moral leader， 有道德的领导者 ，in words and in deed， 不但伫伊咧讲的话，甲伊的行为，拢是迄个道德的啦。
伊个 message 其实 message of inclusion 诶，包容啦，包容所有的山乡人啦、破病啦、这个受边缘这些人吼，伊拢要给伊照顾，啊，伊伫这个这个叫 Last Supper。耶稣的拉撒，哦，耶稣的拉撒伯吼，耶稣是咧替十二个门徒洗脚吼，伊是咧甲遐个去这个监狱替遐个少年的犯者十二个洗脚，不但也有查某人给洗脚了，佫给浸哦，这是真谦卑的啦。所以奥巴马讲这个。Francis 是伟大的人，是伊的影响会当感化真侪人啦吼。啊，第三项的 news 吼，是有咧讲起 religious diversity， 即个 Pew research Pew Forum 吼有去调查啦吼，伊我讲用八即个 category。来讲一讲，什么国家调查200国家吼，看对一个国家是较迄个 level 啦 ，religious diversity 相关的有 high， very high， 啊 high， moderate and low 啦吼。这个世界有五个大东宗教啦，这是五个category吼。这个基督教是差不多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啦，啊，即个回教是差不多四分之一啦，啊，佮过去讲是即个 non-religious， 即个是即个无神论啦吼，啊，佮其他和宗教无关系人吼，即是第三大的啦，啊，第四佮印度教，14%，啊，佛教。世界7%是印度教的一半，啊，会讲 folk religion， 其他的这个，民间宗教啦，哦，亲像美国这个，Indian 的宗教，这是民间的宗教，台湾嘛有迄民间宗教，啊，佫会是一个 other religion， 较细的宗教 ，Sikhism、Jainism 啊、信徒，这拢算作遐，啊，你讲差不多有被 category 啊 ，very high 吼，有五个国家啦，这五个国家台湾啊包括在内啦，啊，这个伊是用新加坡做例啦，新加坡基督教偌济，啊，这个回教偌济，佛教偌济，啊，无宗教偌济，啊，你印象 very high， 这个 diversity 上 level 上高啦，啊，国贵是海是法国啦，法国是基督教上多，啊，贵这个 non-religious 啊，加有迄个的佛教顶啊，啊，美国是 moderate 啦，啊，美国基督教有78%，哦，啊，其他讲佛教是无够1%尔啦，啊，这个犹太教啦，其他的宗教啊，上 low。上无 diversity 是 Iran 啦，99%拢是回教啦吼。啊，第四项吼来讲起讲，一个 Purdue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Yang 有出版一本册《Religion in China》，伊底下有讲起讲中国，哦，中国 China will becomeLargest Christian country in 2025. 2025啦，哦，2025，伊即马2010的即个调查吼，中国的即个基督教的人数是排第七位啦，啊，那变作2025的是会排说。第一位啦吼，伊讲这个中国啊，现在5%的基督徒吼，啊，中国有14%的人口啦，啊，
啊，美国是有78%的基督徒，但是人口是啊在3亿几的呀。啊，所以讲到个2025迄阵吼，迄、那个美国的是拢无咧增加啦，拢安尼也有小可咧起啦。啊，中国的是讲一直关起的啦。你是讲 total number, not percent, right? Hello, total number. Total number, 当地 total number, 哈哈，讲迄个迄个总数了，迄个 largest Christian population, 哦哦，是 China 会变作上济了，哦，而且嘛是真迄个可能。奇怪，讲这个穷山国家、无神论的国家，佮有讲基督教的人数世界上最啦。这个吼，也是今仔日要讲的这个地方吼，哎，讲那像哎，讲到中国的这个宗教的款啦。啊，佮一项吼，这是我无讲准备要讲的啦，因为我即马讲了有较短吼，所以改补充一项啦，讲我有看也是一个 news 吼，一个。辩论这个同性恋甲圣经啦吼，这是一个 Harvard 毕业的学生，啊，甲含这个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的新学院院长的辩论。Southern Baptist 这种，我反对这个天，这个同性恋啊，讲这同性恋是违反圣经啊，啊，这是违反。这个基督教道德观念，2000年的道德观念啊！啊，但是这个 Harvard 这个学生毕业的学生吼，伊讲伊是同性恋啊！啊，伊讲吼，伊讲你那圣经那读啊，那知影迄个 context 吼，你就知影讲圣经无咧反对同性恋啦吼！伊亲像迄个创世纪第二章来做一个例啦吼！迄、那个第二章是啊，上即个第二个创作故事啦。第一章是六日的创作，第七日休困。哦，啊，第二章是第二个创作的故事，讲亚当先做，啊，夏娃是最后才做。哦，啊，创作亚当了后，即、這个男的了后，啊，即、這个上帝佫创作即、這个。这个果子给他吃，啊，搁动物给他，讲啊，搁孤单呐，啊，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啦，讲 It is not good for men to be alone。讲，查甫的安尼单身安尼孤单唔好啦。I will create a helper fit, suitable for him。上帝要创造一个讲啊适合伊的伴啦吼，啊，这个。这个，少年的这个，伊个辩论啊，讲迄、那个，这个同性恋呢是足 lonely 的呢，伫社会都唔敢予人知，拢都爱暗藏啦，讲足 lonely 啦，啊，这款 lonely 吼，家讲这 not good 啊 ，it's not good for men to be alone 啦吼，啊，讲 to create a helper。讲适合伊个人呐，哎，讲啊，阮这个同性恋的吼，我伊是查甫啦，上帝那个创造一个女的要给我吼，迄是 not suitable， 讲迄是，迄对我是 not suitable 啦。我说要爱是男的呢，啊，你要创一个女的给我吼，啊，所以这则圣经吼，伊解释讲，这出圣经安尼讲起来都无咧违反，无咧反对这个。这同性恋呐，吼，所以，伊个讲古约的这个，讲咧讲同性恋是abomination 吼，这个讲迄种是上帝无爱啦吼，啊，迄含本来含抗作为拢受伤，拢算作上帝无爱物件啦，讲。食猪肉啦，这上帝也无爱啦。啊，你穿衫吼，两种色嘅，安尼穿落，这也是犯罪啦。拢含这个同性恋的罪受伤啦。哦，伊讲迄是含风俗习惯，
哦啊、所以那不是说那就是他们的方式、啊、所以在那里同性恋不是说多大的错误在那时候、啊、如果说信仰呢、啊、信仰他那时候说信仰也不知道说现在是五十年前才知道说同性恋是有一个或者或者 homosexual orientation， 这个是五十年前才知道有那个 orientation。以前五十年前连圣经那时候新约那时候也是说这个同性恋是一种欲望的乱用啦。哦，啊，唔知影讲有这个啊，做 orientation 就是出世都是有安尼个，哦，啊，所以伊讲起来吼，讲这个圣经，你那个读看迄个做YouTube 吼、哦，伊迄个或者 homosexual 甲 Bible 伊伫这个United Methodist。教会去演讲的吼，你家看有几啊十万人听，看哦，啊有几啊万人同意讲的吼，啊卡差不多八百几个反对伊讲的，同意伊讲的是几啊万人的，哦，所以伫遮吼，安尼讲安尼，互人做参考啦吼，因为实际我无资料吼，拢未记倒来啊，所以拢靠我头壳想着安尼讲起来，哦，多谢。The first thing is from English. How many people can go to dinner tonight? Richard, you? Yeah, oh yeah, yeah. Okay. One, two, three, four. All right. So, tonight, this is Karen, huh? Karen, your wife, the two of you, just in.两个这么紧张啊，对，所以我归为这边的 help 啊，Vicky 我 helping 啊，秀美也是这样来，郑成明也 help 啊，这个陈志太太，啊个边红太太，大家拢做来讲这个 Amy 边红太太，所以今天就来做遍，真多谢。啊，后个月 program 又是第一礼拜，第一礼拜是六月初五。啊，陈彦雄，伊是太空物理学博士，伊要讲迄个 Higgs boson， 迄个相对的 particle， 迄足不容易了解，重点是一个足大个一个学问。啊，请您来。啊，即马即个展会，咱个 meeting 吼，即个咱。在台湾去看你从明年票已经印出来了，今天开始也等回来嘛。这个，这么诶，看这个 flyer 哈，恁恁来等回来。啊，来电钢丝啊，甲接驳啊，各电都拢一家。啊，这个票是一张四十块，包括动餐。啊，这么最后的问题是讲，迄个一间迄个所在唔是遐大，我上最会等有160个。所以我若票唔买，买完就无法度。所以你若有尽量较健康。啊，若是要买单张的票，去找阮太太吼。啊，上好是写 check， 上简单。啊，你若啊，假使若有人，你若有法度通推销，我要单张的时阵，我有另外一个 envelope 可以去推销，所以尽量我即马开始啊，我这个拜六要去圣地亚，我同时要去一挂去，所以你若有赶紧。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因为这边这个四十号是了钱，那不我是感觉讲咱过去两天欠真济，所以我是讲 it's time to do something good。啊，总是要欢迎恁为着这个代志。特别方面，啊，将来我若是迄个 program 出来，我可能这个
啊，恁那方面我有 tax ID number， 所以你当将来这个面临我当他们这个签证，所以他才开始下那个 October conference， 下呢，啊，我就一当另外另外来记 ，OK， 啊，我 original newsletter 来的，我有淡薄充哦，用 email 寄好了，了有更改，所以基本这样子，这是对的。啊 ，website 有 update 淡薄，这个李春奎哈，瑞就是伊的迄个机会，这个演讲伊迄个演讲够够干，所以恁我即马已经充电了，所以请恁家己即马我还开始治疗 ，OK， 哦、啊，个这个我有请陈忠龙医师吼，伊讲迄个临床经验。伊本来是临时叫别人笔记摕来用的，迄个讲伊是伫别人讲，毋是遮讲。所以我甲拜托讲，即马讲咱要出册哦，拜托你要等一下，因为伊要写啦。伊即马伫北卡，啊？北卡。北 ，no， 伊即马走去即种的地方。哈哈哈哈哈。啊，对，对啊。啊，你其他有啥物？你来买啥物先？你若有买票吼，再请恁。So I can chew. Okay. And then let's have about half hour break. Let's reconvene at 4, okay?